下午三点的时候，玉溪马台风的最新通报单已经来了。那它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南方大概420公里，海面上，十级暴风半径在80公里，是往那个西北进行，西北进行。那么它中心它比较会接近了。应该是最接近，最接近，暴风圈最接近我们是。所以7点钟还有一个预报，就是要注意。对，警觉啊。风力啊，预估是8到9级，还会有变化。今天晚上7点钟我们再特别注意，然后10点以前会宣布明天早上是否出班提振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去工地排水啊，要再去巡一下。各单位要通知，明天早上8点钟。就是人员要进入。气候变迁。好，跟我们的公务。要一起，可以折扣。随便开。